晚是我们第四十届理事会宣誓礼，陈谋韩江三校董事长拉豆斯利黄世信先生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宣誓典礼。今晚我们相聚一起，我的心情和各位一样，觉得十分高兴。首先请让我代表总会及全体校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很荣幸的再来出席你们的校友会新的一届，即我们青年团妇女组的新的一届的开始。祝愿你们如你们刚才的誓言所讲的，去做好你们的工作，也为我们学校提升效益。现捐的20000块作为母校的发展基金，形式抛砖引玉，也希望热心教育人士发出一份力，现捐韩江学校，让韩江继续发扬光大，为华教献出力量。